这里是民权路，来看一下，在我的右前方有一个西螺殿，奉祀那个广泽尊王的西螺殿，看一下他今天有没有什么活动。今天月亮很漂亮，今天是农历十五号，中元节，很漂亮，还有星星也很亮，星星也很亮。协进国小是以前全省学生人数最多的小学，全校好像总共有七千多位的学生，一个年级哦都是至少20班的一个年级哦，他一个班级都是七八十个人。很可怕啦，现在一个小学啊，搞不好前那个一到六年级加一加，总共搞不好还不到以前一个班级的学生人数，你看差多少。这里是西螺殿，西螺殿的庙宇啊，很漂亮，那也是很考究的，很考究的那个庙宇。是西螺殿，他那个广泽尊王祈福一下。这里有一个封神庙，我记得小时候这个庙亭啊，这个庙亭这边都有在唱那个戏，唱戏哦，那一种就是以前有一个老歌手啊，有一个老歌手叫做黄秋田啊，黄秋田已经去世好久了，他在弹的那一种好像是就是那个乐琴之类的那种乐器耶，那他是以收书的方式在唱戏就对了，那一种也是很有味道的那种歌曲，就是台湾民谣啊，民俗剧曲，就是民俗戏曲的。这间庙就是封神庙，这个都很有历史，很有历史性。而且你看它这个，我不晓得这怎么讲，这一种东西。你看他那个石雕的唐韵，这种都做得很那个，很考究。然后这边是石砚，
做得很考究啊，它这个石雕的很漂亮。那你看那个牌坊，这牌坊很漂亮哦。这牌坊真的很漂亮啊，这也是很久的历史了。啊，放大一下看看它写什么字，稍微放大一下。这种都是快被风化了，所以字体哈、哦，那些字迹画迹哈、哦，都渐渐模糊掉了。好，再收回圆大小。唐运亭，看这里有这一种，这好像是石碑哦，漂亮。石碑有那个篆体字，也有楷书，很漂亮。也有雕刻，这都有石碑的。这牌坊，啊，放大一点，就把它缩小，是缩小一半的。缩小一半哦，才有办法全部入镜，全部周围都入镜，整个庙庭都入镜。好，缩回一大小。这里刚好至中，好，到这里，这是封神庙，在西螺殿旁边，封神庙。